目前市面上已经有几款可折叠手机，三星 Galaxy Fold 又有向内折叠的屏幕，可以展开成 7.3 英寸大小，华为 Mate X 又有向外折叠的显示屏，可以打开形成8英寸的屏幕。近日国外媒体报道， TCL 也展示了一款折叠手机，不过目前还是原型机，所以屏幕还不能工作，但据悉完全打开时约10英寸大小，并且采用三折叠设计，手机拥有后置四摄像头，如果该手机投入生产，将具有虹彩外观，并且没有耳机插孔。 TCL 三折叠手机将采用其所谓的 Dragon Hinge 铰链，折叠起来后该设备很厚，侧面看起来像字母 S， 顶部的显示屏将充当外部屏幕，铰链可以像 Galaxy Fold 一样向内折叠，但是这款设备不适合放在口袋里，已经实在太厚了。目前这部 TCL 可折叠屏手机是否量产还无法确定，你对这款三折的折叠屏手机感兴趣吗？好了，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，更多有趣高能资讯就在真正见，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受众测频道免费收听酷品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，